叫小白白，我的名字叫小白。今天我们来泡巧克力牛奶，还有 ice cream。这个是牛奶，一个是巧克力。牛奶不需要啦，这里有咖啡。咖啡不需要，我们需要巧克力和牛奶。牛奶不一样啊。现在就来配巧克力，这个是巧克力，刚才放进去，一按这个小杯，就等。它的水，你可以拉它，有没有水拉上。现在我们做别的，等一下，哎呦，太冰了吧。我们等这个好，我们才去倒东西。等一等，没煮。好了。哎，不行。关。然后我们把牛奶倒进这里。咦，有个冰掉进去。去拿我们。吓到我！我们然后又要倒进去小里面，怎么喷漆感觉？我只会搞笑。小心！叮叮叮叮，我来洗。好冷哦！大哥呢？哇！咕咕咕！然后点在阿斯顿。对。哎呀！哇！吓到我！好啦，我们的巧克力牛奶冰淇淋做完了。我们的巧克力回力，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和牛奶，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牛奶。OK， 所以今天他为大家带来这个巧克力牛奶，所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大家要是在家里也可以尝试做这个 chocolate 这个 ice cream， 它是非常方便的哦。所以你看小朋友基本上他们只会在拜六跟礼拜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小朋友都能够在家里做的饮料，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所以小娜可以喝一下，看是什么感觉。你去后面一点给大家看到，你太前面了大家看不到你了把你的饮料拿去，你喝看看。巧克力牛奶好喝，我小白先喝你要跟大家讲好喝吗？好喝，巧克力牛奶口味好喝，巧克力跟牛奶。 Like and share 好了，希望我们影片 Like and share。OK，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小小的影片就那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是喜欢我们的频道，你可以 like and share， OK， 或者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 Arissto 咖啡机的资讯，也可以联络我们， OK， 所以 thank you， 祝大家今天美好的一天，拜拜，跟大家拜拜，拜拜，拜拜。